而家咧係訓練大家去大呼音性嘅神經。咁我哋今次第三次啦。咁我都講一講咧，就係話我哋睇個查經嘅過程啦，都首先明白個經文嘅內容啦，幫佢睇呢啲重點啦。咁同埋咧，即係我哋都思考佢點樣發掘裏面嘅意思啊，應用喺人嘅生命之中啊。咁跟住咧，亦都俾人知道神嘅屬性同埋恩典。咁我再講一次屬性同恩典嘅分別。屬性就佢本質，佢嘅慈愛啊、智慧啊、能力啊，凡事幫到我哋啊，佢有奇妙計劃啊。佢有供應啊，呢啲有屬性。恩典咧就係佢為我哋做嘅，就會有個我哋喺度啊。神愛我哋，神關心我哋，神加力俾我哋，神帶領我哋，神提升我哋，神賞賜我哋，神為我預備天堂。呢啲係恩典啊，為我哋所做嘅。咁咧點解要講神嘅屬性同埋恩典咧？等人知道神幾好啊，就會中意神。越中意神咧，同神關係就越好啊。因為其實人咧好受我哋嘅情感影響嘅。我哋嘅对一样嘢睇重嘅时候，我哋嘅情感自然加强嘅。譬如我中意一个人，一定一个情感一定系同佢有相连，会欢喜佢啦。咁如果我哋同一个人咧系有啲阻隔咧，个情感上系会阻隔嘅，即系好似同佢倾偈好似好生硬咁样嘅。咁有啲甚至咧，有啲人唔能够饶恕人啦。咁我哋学习处理呢个，但系的而且确好多人咧个心里面有啲障碍嘅。咁我哋越睇到神嘅美善，就越中意佢，我哋同佢关系就会改善嘅。咁由应用啦，点样应用出嚟？呢三样咧，希望大家记得啊。嗱，我哋今次用嘅经文咧就系、是、啊《约翰福音》十章十节。咁其实咧，我哋用嘅经文喺呢个福音性查经咧，可以话好多同我哋生命有关嘅都可以用嘅。咁好多福音性查经唔会用呢啲经文嘅，因为我用嗰啲啊，譬如医好伤心嘅人啊，嗰啲都系。即是说可以帮人经历圣灵，经历神的祝福。那我们今次呢看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一起读下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我们首先简单讲一讲个字英文的意思啦。那盗贼啲贼佬来做什么呢？就是偷啦、杀啦、毁坏啦。那耶稣要所讲呢就讲什么贼呢？那我们看看下文那里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咁羊咧其实因为所以中文圣经有括弧话作人，其实佢原文就系羊啦。咁啊羊咪真系耶稣嚟救啲羊，系救人。不过我哋就好似佢个羊一样去救我哋，另外有丰盛嘅生命。所以呢个系讲到同耶稣对比嘅。咁一阵间我带呢个讨论嘅时候咧，我哋先带出呢、这个到底贼系边个咧？咁样我哋一阵间先去讨论呢样嘢啦。咁然后呢我哋就睇呢个讨论嘅问题啦。咁我哋怎睇嗰啲问题先，一阵先带大家嘅。咁我带嗰时候可能有唔同呢啲问题喎。其实呢啲问题只一个提议嚟嘅啫，我一定用呢啲题目嘅，即係可以有其他嘅问题都得嘅。咁第一个问题就係盗贼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呢三样动作係咩意思呢？即係咩叫偷呢？咩叫杀呢？咩叫毁坏呢？拆毁呢？咩意思呢？咁呢度一个问题啦，你觉得现代嘅手机啊、游戏机啊、电影咁样偷窃人嘅乜嘢呢？佢有偷窃咗人嘅生命嘅乜嘢部分呢？有冇啲人佢生命好似俾呢啲嘢偷窃咗呢？咁样咁现代嘅青少年跟冇手机时代嘅青少年有咩分别呢？咁家嘅青少年佢因为好睇重睇手机啊、玩游戏啊，咁同以前嘅青少年有咩分别呢？現代的青少年有什麼被人偷竊了呢？因為我們講出過偷竊了，有什麼被人偷了呢？有什麼人提到心理這些，今天我們會討論這些的。那現代人的家庭問題，很多離婚啦、婚外情啦、網上色情啦，比以前有什麼不同呢？跟以前比較，現在的網上帶來的婚姻的問題啊，或者是人那些離婚的情況啊，跟以前比較怎樣呢？咁佢哋有乜嘢被人偷窃咗呢？同埋网上嘅欺骗啊，网上嘅骗案咧，比以前系有咩唔同咧？人互相嘅信任比较以前又点样样咧？有咩被人偷窃咗咧？咁亦都有啲咧系咩咧？网上嘅识男朋友、女朋友个，咁咧嗰啲发生嘅事到底系咪到底系帮助人、祝福人啦，亦或系拆毁好多人嘅生命咧？咁？咁人可以被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去到咩程度呢？去到咩程度呢？第六啦，边个偷窃以上嘅嘢系到底边个偷呢？系贼佬啊？系人啦、
網上的人咧，啲欺騙嘅黑社會的人物啦，邊個係呢個賊咧？所喺所有嘅賊背後嘅係邊個咧？咁咧有冇人能夠應許將豐盛嘅生命賜俾人咧？即係耶穌嚟到叫我哋得豐盛生命，咁有冇人能夠應承話我俾豐盛生命你？譬如我能啦嘛，嗱，我俾豐盛生命你，即係按照我自己有冇呢個能力咧？從經歷到耶穌幫助的人，我們看到耶穌的豐盛生命是怎樣呢？即是看到一些人他經歷神的幫助，看到他生命是怎樣呢？第八，為什麼耶穌有能力將豐盛的生命給人呢？第九，你想得到耶穌所賜的豐盛生命，怎樣可以得到這個豐盛生命呢？ OK， 好，那我們就是一些幾處的經文。那其實呢，我就會跟這裡的，我這裡只是給一些俾一啲問題大家嘅啫，咁咧就喺帶領嘅時候咧，我會自由去發揮。咁嗱，好緊要，跟你大家要分組圖喎嚇，分組練習嘅，咁啊可以用呢個經文嚟到幫大家去思考嘅。好，呢、這個經文咧講到咧，盜賊嚟到偷竊、殺害、毀壞喎，佢嚟到偷啦、殺啦、毀壞啦，啊，大家有冇試過俾賊佬入屋偷嘢？有試過？你想唔想讲下当时嗰个情况同埋经历啊，同埋对你嘅影响啊？好惊，好惊心嘅就我好，因为我能力多咁重，都好担心咁样。O K， 即系话一方面当时嘅损失，第二方面咧就好惊再发生过。惊再发生过，咁咧亦都有啲人会惊死啦，唔知有冇贼佬偷住我咧，咁样唔知道做啲咩嘢咧，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俾人偷过嘢之后嗰种嘅反应。咁咧，又問下大家，大家有冇識得人網上俾人偷竊啊、騙案啊？有冇人？有冇人識得有人喺網上騙案啊？啊，可唔可以講下嗰個情況？騙案去到咩程度啊？佢喺網上識咗個男士，因為呢個女士都60歲嘅，咁咧幫佢識咗個男士，咁就俾佢呃咗一層樓。所以跟住後屘我跟住佢就話：，咁你咁唔得啊？因為佢老公早幾年死咗，咁跟住可能佢負擔，咁就佢又信嗰個人喎。咁跟住我話：點解你會信佢？因為佢賣咗間樓，都買間細嘅，又俾個地產呃喎。跟住我諗你咁易俾人呃嘅，跟住間樓幾百萬冇曬喎，依家仲活緊佢。到我識咗佢之後咧，佢繼續揾佢喎。咁跟住後屘就同佢講話，佢講嗰啲説話係好冇道理嘅，佢話你叫我還錢俾你，你要俾多啲錢我噶嘛？我話你咁都信，即係我都覺得點匪夷所思咯。咁但係跟住佢同我聯絡，跟住我話你點解冇？即係嗱，平時唔關佢事嘅嘢，佢就有靈性，但係一關於呢個嘢嘅事咧，佢就突然間冇咗靈性咯。咁點解你覺得佢會咁冇靈性咧？因為我覺得佢好缺，好孤單，好缺乏愛，所以佢要搲咯。咁所以呢個人一揾佢，佢就唔睬佢咯。所以呢個真係都係欺騙咗佢嘅錢啦，欺騙佢感情啦，佢生命亦都好即係點樣啊？恐懼啊！你攞翻，即係好似。困绑咗佢咁咯，即系成个人嗰个人好似俾佢控制紧咁样，即系谂到佢就好似好好啊，即系咁样好中意佢。O、okay. K， 即系世上咧就会有呢啲嘅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咁我自己咧曾经识得一个姊妹咧，佢嘅家姐咧曾经去旅行嘅，就有一个导游。咁呢个导游咧继续同佢联络。跟住咧就即係話愛佢啊啲樣嗰樣啦，又有嚟探佢喎，有嚟香港探佢，即係一個實際嘅人物嘅。但係咧，佢就同佢講啦：啊，我要咩錢啊？咁跟住佢個家姐咧就俾咗幾十萬佢，就應承同佢結婚啊。但係結果咧即係冇曬下文嘅。咁我聽到我話呢個騙案嚟㗎，但係佢話個家姐係信到十足啊，因為咧佢。好需要嗰個感情啊，好想得到個感情，所以咧就真係俾佢偷竊咗個感情，就好即係好啊，好失落啊，又好想得到佢嘅愛啊，但係結果得唔到。嗱，呢都係一啲嘅偷竊啊。咁啊，大家有冇識得
後生仔嗱，呢啲聽我哋講咧，網上嘅偷竊或者有冇偷竊啦？有冇識得後生仔咧，就成日掛住玩手機啊、玩遊戲機啊，就唔肯讀書啊？有冇啲咁嘅情況啊？有嘅可以俾個例子啦。掛住玩手機咯，唔知佢究竟食緊飯咪可以玩？跟住主要都係投入喺個遊戲嘅世界裏面。咁結果係點樣樣啊？讀書嘅成績就唔係咁好。OK， 咁呢個都算唔係最差，因為點解都唔係咁好，即係唔係去到離世大好嗰種啊？大家有冇聽過啲咁差嘅情況啊？聽過一個係應該係讀完書啦，唔去做嘢，接埋個喺屋企。咁就喺屋企打機打到咧，就唔食飯。咁佢阿媽咧就要煮啲飯咧，啊用個兜喺個門罅嗰度閃過去。係啊，喺個門罅度閃落去，佢又唔肯出嚟。咁樣佢俾佢食咯。咁佢阿媽好抌心口啊。OK， 嗱呢啲真係咧，有時有啲真係好難以想像的情況，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投入去玩那些遊戲機呢，或者玩手機呢，為什麼會這麼上癮呢？好像聖經說呢，眼目的情慾不停地吸引你眼睛那個眼球的注意力，是不可以即是那個視線遠離，一刻都不夠那些神經的，那就是咁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，未曾有呢個手機時代嗰啲年輕人同而家嘅比較。嗱，我自己咧做過青少年工作，喺二十幾年之前咧，哇！嗰啲青少年真係喺嗰時我喺學校做咧，我報道會咧係成班學生，即係嗰啲低班全部離曬學校，全部一齊起身信主。是全班一齊好即係好奇妙嘅。但係咧，我知道而家嗰啲做學生工作咧，好大分別，即係而家咧係好難好多，因為嗰啲青少年咧成日都掛住睇手機啊，所以冇乜興趣參加活動啊，冇乜興趣參加各樣嘅即係嗰啲人嘅交流，又就成日都喺嗰個手機上，變咗咧佢哋嘅生命似乎咧即係有啲嘢冇咗啊。佢又好投入喎。他又好似有他的嘢，但又好似冇咗，到底有咗啲乜，冇咗啲乜咧？即系我哋发觉原来而家咧，啲人偷嘢咧唔系净系入屋爆窃啊，系用欺骗嘅方法啦，用手机嘅方法。其实嗰啲制造嗰啲游戏嘅人咧，点解佢用呢啲方法系咩目的咧？点解会有呢个咁大动力去制造咁多种游戏出嚟咧？咁得你嘅金錢上啦，係咪啊？你製造咁多，咁吸引啲小朋友啊，就算你大人啊去打，咁你金錢去買啊嘛，咁係咪賺多啲錢？係啦，咁呢個就係因為為咗錢嘅緣故，所以變咗咧，現代人嗰個生命真係好多問題啊，好多嘢俾人偷咗啊。譬如而家啲婚姻同以前比較點樣樣啊？大家周圍有冇聽到離婚啊，或者婚外情啊，婚姻好多問題啊？有冇聽到呢啲嘅情況啊？你覺得情況嚴重嘅程度係點樣情況咧？我發覺咧，就算教會咧啲弟兄姊妹都多聽到係有離婚嘅個個案，真唔知佢即係女性主動去同男先生去離婚啦，唔可以再享受大家嘅親密關係嘅權利。係啦，即係我哋一睇到個咧，就係喺呢個時代咧，因為聖經又講到末後嘅日子咧，好多各樣嘅罪。因为钱的缘故，个人的问题引致很多的偷窃啦，即系网上的偷窃，入屋的偷窃就为了钱啦，啊，嗰啲游戏都是为了钱啦，即系可以嗰啲公司可以赚多啲钱啦。咁而婚姻嗰方面咧，就是因为人心不开心啊，所以咧就被偷窃啦，即系佢哋嘅不开心，于是就想找一啲其他人婚外情啊，可以得到满足。咁其实咧，当呢啲咁嘅偷窃进行嘅时候咧，有些人就覺得我開心過以前個人嘅，佢表面上啊，我而家咧以前咧我淨係一個太太，而家我咧
很多個女朋友啊，而家有。咁其實佢係得到多啲啊，因為佢係失去更多咧。佢失去更多啊，因為咧婚姻更加唔開心，更加痛苦。咁其實咧嗱，呢啲一切嘅偷竊咧，造成現代人嘅生命咧，我哋發覺人嘅生命同以前比較，當你大家細個嗰時比較咧。現代的年輕人和成年人和家庭比較來說，現在的情況和以前比較是怎樣的？以前的人是沒那麼多，即是單純，即是同心沒那麼多壞的想壞的東西，即是單純的那個，即是應該是，會這隔離鄰舍呢，他會要打招呼啊，喂好啊，但是現在很多呢，隔離鄰舍那些你都唔識㗎，嗰個用三毛嘅，咁咩事都唔係掂嘅。咁啊，即係搞到而家嗰啲人好似前面認到主耶穌啦，唔係認到認識到個真神咧，我都係今年亦都係崩潰嘅，即係嗰啲冇安全感啊。點解有啲會收到錢啊，飛得千里遠山啊，飛得旅遊都走去即係。家庭嘅咁唔好啦，即係嗰啲老公電話，嗰啲老婆電話啦，即係就係嗰啲社會嗰啲影響啦，同埋嗰啲多咗嗰啲打嘅嗰啲電話，嗰啲出人啊，嗰啲電話嗰啲多咗啦。係咯，即係我哋真係睇到呢個世界喺度變差，咁嗰個力量其實背後嘅力量乜嘢啊？人。好多時好多問題啦，有冇發覺一個背後嘅力量喺背後影響人？所以人咧更加俾錢控制啦、憤怒啦、貪婪啦、色情啦、婚外情啦呢啲嘅影響啊！大家有冇諗過係咩背後嘅力量？真正偷竊嗰個係邊個咧？係魔鬼啊！即係魔鬼呢個世界上。是会影响的，但对于不信的人，他们觉得我怎知道是魔鬼，因为人因为不是魔鬼，我们怎样去给他知道是魔鬼呢？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是给代基督徒思考的。他说这个人啊不是魔鬼啊，跟魔鬼无关的。魔鬼他们做的呢，你个人是不清楚的。他犯罪让你当时呢，神会叫我偷窃嘅，神会叫你偷窃嘅。神会叫我偷窃嘅。即系如果你自己觉得个心系平安嘅，咁神同你讲紧嘢。但系如果魔鬼佢哋做嘅话咧，你个人根本同你冇关系。好，嗱，有啲人信有魔鬼喎，我点可以俾你知道有魔鬼嘅存在？真系有魔鬼有神？有啲咩证据咧？大家有冇谂过啊？听过啊？首先咧就是、有啲人打坐喺網上有講嘅，英文就比較多嘅，其實中文都有嘅，中文都有講嘅。你係咪想講啊？我想問咧，魔鬼同撒旦，即係撒旦係邪靈啦，係神作創造嘅。撒旦就魔鬼，撒旦就魔鬼。哦，即係兩個係一樣嘅。一樣嘅。Okay, 好，咁我哋如果證明真的有魔鬼的存在的邪靈的存在呢，就是因為有這人打坐啊。那在網上我見到有英文的有講，中文的呢就有講什麼呢？中文有講的，我講英文講什麼先啊。他這些有些呢，他們打坐呢，靈魂出竅呢，他們就說我見到有個黑影在這裡啊。還有呢，那些黑影呢就影響他啊，就騷擾他啊。那麼中文呢，在 Good TV,Good TV 咧就係台灣嘅 Good TV， 咁咧佢亦都有講到有人咧就去拜嗰啲佢哋嗰啲偶像啦。咁拜之後咧，佢就收到啲聲音啊，即係有一個講得好嚴重嘅。其實我有下載咗呢啲影片嘅。佢點樣嚴重咧？佢話你咧係會死得好慘啊！佢入個廟啊，佢想得到幫助啊，去不同嘅廟。點樣知佢行出嚟時聽到耳仔嘅聲音？你是会死得好惨啊，我唔记得佢咩字啊，总之呢成个人呢系乜嘢都冇晒。哇，佢话点会咁样啊，咁后来呢佢就搵耶稣啦，咁结果呢系得到释放，得到医治。咁即系有啲人呢，佢哋接触灵界拜偶像，真系会收到啲邪灵嘅声音，其实有都有唔少人
揾我講就話咧，佢話咧有聲音同佢講叫佢自殺啦，叫佢做好多好離譜嘅嘢。咁我亦都話 ，PTP 咧亦都有一個咁嘅見證嘅，有個人佢拜好多偶像。咁嗰啲偶像咧，佢啲邪靈咧叫佢跳樓啊。咁佢跳樓咧，佢就喺度，即係佢個屋企嘅情況咧，整開個窿啊，即係佢唔係有個窗咁跳落去咁簡單。佢整開個窿好辛苦跳走出去，點解跌落下邊咧？有個有啲紅物擋住佢又唔死喎。佢跟住望上去咧，就見到嗰啲邪靈嘅，佢見到佢哋好無助，好似咧完全冇力量，根本咧就喺度做緊啲對佢生命嘅破壞。咁佢就醒覺，後來佢就信耶穌嘅，即係有不同嘅見證咧，講到真係人可以接觸靈界。咁啊，引致咧好多人咧有想死啊，或者係發嬲啊，情緒失控啊。原來咧就係背後人點解會有咁多問題？就係因為魔鬼喺人嘅生命中做工，邪靈喺人生命中做工，所以會偷竊，會偷人嘅生命，偷取佢嘅開心啦、平安啦，同埋神裏面嘅祝福。咁我會唔會去到殺害咧？大家有冇聽過有啲人佢哋成個生命都破壞曬，去到咩程度啊？有冇聽過有啲人破壞到咩程度咧？即係俾人背後嘅魔鬼啦，破壞佢嘅生命去到咩程度？大家有冇聽過呢啲情況啊？柬埔寨事件咯，柬埔寨事件啊，殺曬啲。即係嗰啲青少年話嗰啲用得到嘅用具，冇有殺害佢哋，即係鬼先嚟即攞嗰啲器官去買，都佢哋已經係好似魔鬼到都到嗰啲頭。係啊，即係有啲地方咧殺人就攞佢啲器官啦，即係呢個身體嘅殺害啦。咁亦都有啲人咧，譬如我哋接觸有啲人咧，佢人際關係唔好啦，唔開心啦，情緒唔好啦，跟住咧就做工反係做得唔好啦。冇朋友啦，家庭嘅人又離開佢啦，咁結果成日都想死啊！咁即係呢個情況就係好似一路一路俾魔鬼偷竊殺害，同埋破壞佢整個生命啦。好啦，跟住下半句咧就講到耶穌嚟咧係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啲更豐盛喎。咁咧大家有冇接觸過基督徒，發佢生命被重建啊？真係有豐盛嘅生命，大家有冇聽過呢啲嘅見證啊？有冇聽過？但你哋咧，你哋有冇聽到啊？我有個姊妹咧，我覺得佢咧信耶穌之後咧，整個生命真係個大嘅轉變啊！佢以前啊有個大海啊，又賭錢啊，啲受咗世嘅時候唔理佢嘅嘢，有時佢打麻雀，即係成日批下賭錢。但係自從信耶穌之後咧，哇！他個人，我覺得佢對人咧又有愛啦，又關懷啦。咁前佢先生都睇到佢咧，即係佢心態好大嘅改變嘅。係、我都即係好少見到一個咁嘅嘅變遷，係即係想嚟出就我以前真係得咗嘅。咁即係主要係，其實真係有好多不同嘅變遷嘅。大家中間有冇人想講啊？或者你自己改變以前係點樣，而家改變啊？我分享下我自己啊，咁我未信耶穌咧，我有。情緒啊，抑鬱、焦慮嗰啲咯，都其實都幾嚴重嘅。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個腦好似好亂咁啊，唔知自己想點嘅，我又瞓唔到覺啊，好辛苦噶，即係冇咗自己嘅思想，即係唔諗到自己想點嘅，成日都係好似要聽人哋安排我做咩，我先做咩咁樣。但係我一路咁樣行過嚟啦，咁就有好大嘅轉變啊！我嘅情緒完全好翻曬啦，即係認識咗耶穌之後，即刻處理生命啦，咁就一路我總會幫助神嘅都好多嘅，有輔助性嘅嘢嚟到幫助我啦，令到我調整，無論身心靈都健康啦，個人即係精神嘅各方面都好好多啊！無論係認識嘅乜都好好多啊！好，咁就你非常好啊！咁我哋先我即係示範俾大家睇下呢個經文可以點樣用，俾人睇到哇魔鬼可以點樣偷竊，人可以點樣偷竊，然後神可以俾人豐盛嘅生命。又問佢啦，你想唔想得到呢個豐盛生命啊？耶穌可以點樣帶俾你豐盛生命啊？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就會分組去練習，我哋一齊祈禱先嚇。今日天父啊，多謝你，因為咧耶穌嚟到叫我有豐盛生命，
雖然咧，我哋曾經俾魔鬼咧偷竊神嘅位置，去偷竊我哋生命中好多嘅嘢，好多好嘅嘢。但係咧，耶穌而家將呢個豐盛生命再一次賜俾我哋，或者幫助我哋，唔單止我哋有豐盛生命，我哋都幫助其他人得著呢個豐盛生命，或者賜俾我哋動力。多謝主，感謝。